天真呐，天真呐，你让我说你什么好呢？啊，你说你这么大岁数了，社会上的人情世故，你怎么一点都不懂啊？算了，不说了，不说了。哎，对了，妇产医院认识人吗？你怎么这么看着我呀？又不是我怀上的，我又生不了。那你把哪个良家妇女给祸害了啊？你瞎哪儿去了你？是我哥们儿，哥们儿的媳妇要生孩子，想找个医生给检查检查。你早说，吓我一跳。我还真认识一个专家，当时我生虫虫的时候就找他，产检啊什么都做得挺好的。哎呀，太好了，姓什么？姓牛，哎不对，姓羊，不不，猪，哎，对对对对对。不是你什么意思啊？你动物园啊？反正是个动物的线。猫，豹，象。哎，姑娘，侯医生在不在？侯医生？哪个侯医生啊？侯姓星啊。哦，他去支援新疆了。不在啊？对呀。他什么时候去的？这都快两年了。那还有没有别的专家了？专家号那早就挂满了，不好意思。哎，挂号了吧？不是谁的号都有。特级专家500，正主任医师400，副主任医师300，一般专家200。你抢银行是不是？哎。哎，哎，成语爸爸吧？我是成语的老师。啊，李老师你好。对对对。哦，我今天有点不太舒服。我想找医生赶快看一看。您看。哎，李老师你放心啊，我保证让你明天见上最好的医生。哎，你放心。那谢谢您了啊，那我静候您的佳音。好，再见啊，谢谢啊。哎，哥们儿。我先走了啊。怎么着？哎，你刚才跟我说，专家里边最便宜的是多少？250。哎，不是200吗？怎么250了呢？250，刚才说的250。不对呀，200啊！哎呀，不要！我要，我要。